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哈。各位同心，大家较早。在课前吼，咱个甲，这是吼咱台语本地国的大皇帝，咱大家长吼，咱常常伫外口，拢会去听着讲安怎称呼伊呐，日本天皇啊，名人天皇，吼，迄是人对咱国家的迄个大皇帝称呼，但是咱。咱爱注意一点的迄个礼节吼，都真啊，参像咱家己厝的士大人共款，咱唔好对人叫吼。比如讲，你这是迄、那个王大民的后生，啊，恁爸爸叫王大民，咱袂安讲我爸爸叫王大民，来讲这是阮爸爸。啊，所以讲咱咧称呼咱的大家长的时候，咱安怎称呼？金上陛下、金上陛下，吼，咱咧对人称呼，唔用讲啊，咱对人讲讲，日本天皇，日本天皇。唔是安尼，人会讲讲，恁国家哦，那人拢足无礼貌，恁家己的士大人，你直接嘛是安尼讲，啊，而且吼，你讲的其他人会用讲，你个性唔是第一本地国的人哦，你是别个国家的人，无你那，这明明就恁的大家长啊，你那会讲迄啰，直接讲安尼吼，啊，所以基本上咱讲敬上陛下，吼，安尼较有礼貌哦。哈，啊，这真实的，我阿无学到遐呢，我搁即马搁咧学习，嘿嘿嘿。啊，你逆商你怎啊讲有学着吼，才会加甲我讲，哈，嘿，我愿意甲你学习。好来，今日讲的地方吼是台湾法理，法理台湾。哦，我本人叫做温清志，温承志吼。我出世伫昭和47年，吼，我是台民政府法理学院第13届的迄个研习班吼，行政班的第1届。昭和47年，张吼有一个潘佑谦潘先生伫遮上解读吼，爱记得唔好中着人因流亡政府台湾地理当局的毒。然后民国几年？爱4年级嘛，3年级唔是，咱爱直接，因为咱去用解嘛，吼啊，咱就是恢复正常，恢复咱原来的习惯。我是昭和47年，啊你。哦，大正几年？哦，明治几年？我阿公明，迄有年表嘛吼，咱只要电脑上，咱就去查 Google 嘛吼，雅虎嘛，用去查看卖啊。哦，迄、那个西元几年去换算做明治几年、大正几年、昭和，吼、哦，迄种无要紧。嘿嘿，啊，但是咱即马称呼咱即马金上陛下的年号，咱来讲金上几年。哦，莫讲迄落平成，咱是讲等于讲，比如讲官网，官网是方便吼，大家去看，全世界拢在看嘛。所以咱官网会去称呼讲平成几年。其实咱家己吼，咱咧对人讲时，咱爱会记咱是第一本帝国的臣民、臣民，吼、哦。啊，即个日本国的国民，因是叫啊国库民，因的迄个地位吼有较贵。为啥？因即马即日本国的宪法吼，甲原来第一本帝国的宪法无同，因为叫即个日本国的宪法，伊是因为第4条甲第9条叫麦克阿瑟甲改掉，所以即马日本国甲原来第一本帝国都无同啊。所以即马安倍就职嘛，又派助理来遮上课，等下了又开始有迄个构想，即马嘛开始咧做吼。最近的新闻嘛有报。吼、哦，2020年之前也完成宪法的修正，吼、哦，所以这是一个足大的一个工程，因为当初太平洋战争，咱的昭和陛下，吼、哦，昭和陛下就是金上陛下的爸爸，吼、哦，伊就讲宣布投降，因为两粒原子弹实在是有够厉害啦，吼、哦，一粒都40万都拢无去啊，所以伊惊讲搁添落去。都袂忘啊，所以紧导航了后，就是正落来，就是大家爱去承担这后果嘛。啊，无要紧啊，咱就是先爱声音，爱声音，才我都脱离政治联讲。吼、哦，啊，这后续再讲吼。啊，大家一定拢听我台湾话嘛。啊，北京语嘛有嘛，吼、哦，拢会用的。好、哦，头前咱介绍一下吼。咱看到咱金上陛下的一个礼仪，咱爱记得吼。
这是今年去年吼，这个黄记2673年换算个西元叫做2013年吼，2013年。哦，2673年的换作西元是2013吼，啊，12月23，吼，这是大家台面政府在头前，因为头先我讲吼，咱叫做神命，神命就是会用徛较头前啊，国库命在咱爱后边，吼，这是地位无同，吼，身份无同啊。这期吼，咱台面政府期是唯一除了日本国的国旗之外，会当入去会场的。一旗就是咱台民政府的旗，吼、哦、啊，旗啊足特殊的，啊，这影片咱官方网站吼都看得到吼，好、哦，手爱阿弟啊，鞠躬，好、哦，啊阿手无阿手无，吼，阿弟、啊，你的态度决定你的身份水准，吼、哦，你要看这個，这是丹麦，好、哦，丹麦王族，另外。贵的，好啊！这是丹娜王妃，还是过半期？好啊，习近平啊，好啊！这是一个奥巴马美国总统，哈啊！过来是李明博，好、啊，这看得到哈、啊。你的态度决定你的身份，你的水准。衫嘛是重点哦，你要看到这哈、啊，这是甘乃迪的太太。卡洛琳，吼、哦，伊穿安尼吼，迄、哦、是唔对的，伊爱穿长裙，吼、哦，咧女将啊去参与种联谊，吼、哦，咱即种啊有机会去听咱的金上陛下，吼、哦，会用召见时阵，咱会叫咱穿茶吼，男将嘛是同款，唔好穿短裤衫啦，唔好穿七分裤，一定爱规个，吼、哦，压着，这是一个礼貌。你看咱的陛下，吼、哦，穿啊整齐，咱唔好脚露出来，吼、哦。世界元首为解的说明就是讲，即下全世界就是皇帝，吼、哦，甲大比迄个法王，法王就是譬如讲像，就是安尼吼，伊这是日本语啦，吼、哦、，king 啊 ，president 啊，吼 ，president。今下为解就是讲，金上陛下是目前全世界为解上悬的，过来就是罗马教宗，法王就是罗马教宗，吼、哦，啊过来。佫大，罗马教宗比英国女王佫较大，英国女王的阶层比美国的总统佫较大，美国总统佫比日本国的首相、总书记啊，啊，所以你若看头先阿秋的定义，伊佮伊平等，爱敢对，所以讲伊的水准，咱就知啊，吼。习近平温迄、那个呐，胡锦涛，吼、哦，伊佮阿秋，所以知影伊的水准是对啊，吼。来放大版的，哦，这奥巴马，阿丘，耶，鞠躬，哦，中国的，这胡锦涛，这习近平，没礼貌 ，OK， 这就是靖国神社，好、哦，咱每一年接受团的去之前，哦，拢一定会先来这做参拜，哈、哦，这内底有39100名本土台湾人。这等于是咱台湾的忠烈祠，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的忠烈祠。啊，即马咱所看的伫台北迄个忠烈祠，因内底有台湾人不到100个吼，拢全部因拢因家己人。哦，啊，伊这拢用带线灯。哦，再来看，敬拜靖国烈士英灵，内底含39100名，福尔摩沙 ，Formosan。好、哦，这代表台湾人的英语是正港是应该用这个语哈。迄、哦那个靖国神社内底，我那有战秣马卫林，好、哦，连马也是，连动物也是平等对待哦。军权，战争啊，哦，马军犬，这拢会
因为战争死亡，赶快搞卫林吼。迄分家，吼、哦、信鸽嘛，以前无邮差啊，所以拢放分家，吼、哦、自战争就分家啊，拢放信。母亲是战士伟大的后盾，在每一个为国牺牲的战士，因身后上伟大的就是有一个后盾，就是妈妈。身为太太，身为妈妈，在后面照顾家庭，承担的一个家庭重大任务，让战士放心的为国去牺牲。哦，所以妈妈也是很重要的。好、哦。美国国务卿甲国防部长去参拜千岛渊，千岛渊，你知？迄是千岛渊的所在，我那一个靖国神社。这个新闻，哦，是当时去年的十月初三，哦，在是9:01，哦，在去东京三华顶的千岛渊战没者墓院献花致哀。这新闻代表啥意思？美国甲大日本帝国。何解？吼、哦，何解啊？哦，请问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你真正知影是谁吗？你要安怎证明你的身份？来，请问一下，要安怎证明你的身份？咱比如讲去国外也好，还是人临检也好，要安怎证明家己的身份？身份证嘛，吼、哦，吼、哦，对对对。啊，请问你是公民还是公民？认为家己是公民的举手，就目前观念来讲，哈、哦，好好啊，谢谢。哦，这个是洪仲秋的案件了后，吼、哦，网络所有的网友所组成的一个叫做“公民1985行动联盟”，内底有17个人起赞，意思讲我认同我叫做公民，吼、哦。这嘛，原来咱发现一个状况，有至少有170,000的人。哦、有一个观念讲，我是公民，甲在座你甲我拢同款，吼、哦，拢因为我是公民，所以我会用个投票嘛，吼、哦。什么叫做台湾身份证？吼、哦，电视媒体啦，吼、哦，包括周遭亲朋好友，因讲的台湾身份证是毋是这张？你是毋是有认真看过？包括国民两字，吼、哦，你来看，这面顶写啥？哦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国民的。结果咱因教育咱讲，咱是公民，所以用个投票，啊，包括去做兵。本土台湾人的现况，经过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台湾地理当局，至今长达68年迷幻毒化教育后，通病白纸黑字拢袂晓详细看。哦，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爱看清楚哦，莫去用骗去啊！吼、哦，嘛莫骗家己哦。伊这张的身份证，因本的身份证吼，基本上甲识别证无啥物两样啦，甲安尼，因为伊要分辨嘛。而且等下会讲到吼，有做记号吼。伊这张吼，咱所知的就是讲，伊正为国外来台湾工作，也是讲伫咧做榜样，暂时拘留伫台湾的。目前即马台湾地理当局伊会去分这张而已，但是咱会当发现一个状况吼，即比如菲律宾、越南，包括泰国、吼、哦、印尼来遮做榜样，咱敢有发现一层状况？因敢有去做兵？无、哦，啊，伊敢有去投票？嘛无嘛。啊，为啥？这张甲这张两个是状况同款的之下，啥人拉去投票？所以足奇怪的状况伫遮吼。真相，吼、哦！你我以曾经使用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是加是拘留证性质的识别证，而且你绝对唔知影的大秘密，吼、哦！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后边右上角向做记号，持有使用者理所当然爱做中国难民的奴隶。你后边吼、哦，因个迄个。身份证这张我拢无咧用啊啦，拢我是要上课才挖出来，互大家看吼。伫后壁亲属栏，即妈妈啦，妈妈这边的面顶有一排字吼，伊用迄个机器刻个一排号码，
哦，啊，伊个开头零零零一开头，零二开头，零三开头，甲一八，哦，即、這个开头有一个意义，就是讲甲你区别，哦，啊，不，啊，一定啊，甲你区别讲，哎、欸，你是不是家己的人？哎、啊，要做些创啥呀？唔知怎讲，哎、欸，是不是爱和你特别的对待？用啊，你有，你怎啊来申请贷款来和你较济？好、哦，啊，你用六十八趴。好、哦，阿、啊、你也是讲你有特殊的待遇，伊就该做区别嘛。所以伊基本上讲，哎，卖作军对立，咱就应该讲真实的。你身份证，你甲我拍这个做记号，这都已经作军分别了嘛，作军对立啊嘛。所以基本上恁咧讲这個，我讲实在是目睭往咧讲啊，哦，无实在啦吼。哦哦，台湾地的公当局唔敢甲你讲的真相，哦，他都有讲啊，吼、哦，然后这是网络上教人讲，这张因的身份证拍无去，要安怎处理，吼、哦？但是伊无甲你讲，吼、哦。第二组空白身份证流水号，事实是辨识出你是台湾奴隶还是中国 VIP， 这个所在，吼、哦，妈妈吴春美这个所在，好、哦，你看这两组号码要遮起来。因的单位叫咱这两个号码爱加起来，啊身份证号码唔免加，哦，足奇怪，为啥这两个爱加做记号嘛？哦，既然是国民，为啥要做兵参加投票？普世价值甲国际基本常识来讲，公民则得以参与做兵投票。你问啊，中华民国为什么无要发行公民身份证？为什么？因为吼、哦，台湾朋友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假使哦，中华民国也要发行公民身份证，伊爱登去对中国的领土。哦，咱前阵啊，旧年的新闻，咱有看到一个足大片的新闻咧讲哦，中华民国的首都伫对南京。吼、哦，哎、啊，这块老母鸡吼、哦、有卵嘛？伊边啊，搁两地，吼，一般人应该拢会去忽略迄两地啥，金门甲妈祖，迄甲咱拢无关系。金门妈祖伊要客户去客去啊，诶，本来就是因中国的领土。正讲是台湾朋友，唔是因的。咱我知影吼，下关条约，日清战争了后的下关条约，内底就清清楚楚讲着，吼，中国伊甲台湾甲朋友，因为伊是因的殖民地嘛。所以伊这两地都溜溜去啊，等那两个凶有纠纷，啊我无物件要起来堵笑，啊我边啊吼做啥就知啊，迄两分地吼、哦，起好滴好滴滴堵笑，迄两分地我那起来种菜啊，但是呐，即摆迄代志超袂吧，啊这两分地就家己堵笑，啊咱当初迄个日清战争之前的台湾甲朋友，就是安尼个状况。人家把咱当作的是两分地的地位，把咱看袂起，就是拢来抽油水啊！吼、哦、啊，所以殖民地状况就是讲，唔是个领土，唔是个领土，就是伊都爱等伊啊！吼、哦，根据国际战争法规定，占领不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吼、哦，1949年十月初了中华民国的定义，吼、哦，这是美国对恐怖组织的定义。第一，不是国家；第二，拥有武器；第三，世界精兵。哦、中国武装人民是当今上大的国际恐怖组织，甲宾拉登同款。宾拉登才去用消灭尔。哦，伊这拢有啊，大家当严正起来吼、哦。有武器就有啊，我有军队。啊，即马阁同款，我有去问一挂少年呢，参加体检，兵单嘛来啊。可能准备要做兵啊，同款啊，这三点拢阁有，哦，换汤不换药。2009年四月初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巡回法官布朗的判决，哦，伊这个案件吼、哦，有一个案号，就是讲这个案件的编号吼，08-5078，哦，伊英语名才有写吼，原告的名叫做 Roger C.S. Lin。跟其他的，吼、哦，这是当时的
空八年九月迄、那个啊，当时做甚物？空九年四月七日，五点吼，这五点足重要，大家一定当心学员一定要注意吼，这五点爱记个头壳的。第一，本土单人无国籍；第二，本土单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第三，本土单人仍处于政治的当中；第四，台湾仍然伫美军军事占领中；第五，美国行政单位应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吼、哦，啊，咱看到这吼、個哦，本土单人内底有写啥？这足重要的英语吼、哦、，The people of Taiwan， 为啥用 of？ 生团，为土家生团，遐叫 of。什么叫红？红就是物件虾面顶，你啥物物件来虾咧，拢叫做红。吼、哦、啊，所以无分。但是 off 的意义就是讲有区别哦，为涂骹发起来生团的叫做用 off， 才有资格用这 off 吼、哦。啊，第五点，原告唔是本土台湾人哦。哦，足侪仿冒的讲，类似讲组织像台湾民政府安尼组织，吼、哦、要想讲啊，我嘛要来借政权，真实的。原告哦，请任免原告吼、哦。关于秘书长林志深博士控美案文卷资料详细的诉讼全文，在这本，吼、哦，台湾最终地位第三集吼、哦，这里面有写啊、哦，林志深等控美国政府案诉讼全文伫内底，这本内底吼。啊，我头下讲嘿，第一第772页，吼、哦，这有写无？暗号。08-5078同款吼，我这同款弄下 Roger C S Lin E T A L， 吼、哦，这772页啊，啊，搁有773页，这我有吼、哦，你要看安那，吼、啊，空、哦、九年四月七七，哦，啊，当时做讨论，空九年二月七五，哦，啥物叫做政治联港？咱头有看到第三点，为啥物叫做政治联港？就是领一张选票，领一张选票啦，吼、哦，领一张选票就是讲，你还佫参加因的选举，就是讲领伊的选票帮伊演说，因为流亡来遮嘛，伊想着讲要安怎证明讲我佫有理由，佫会当有迄个权利伫遮，吼、哦，继续做通知，伊就用选票，啊，伊的选票就是啊，我正得到八成、六成、七成、九成。啊，选民大家，即个选民拢是本土单人上济嘛，吼、哦！而且啊，中国难民、中国难民呢，其实到目前为止才400万左右啦，400多万左右。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啊，佫支持因，等于甲美国政府讲，你看佫啊济，赞成因继续留落来。所以咱只要卖去参加因的选举，甲选票的选举参与率降到5%。之后，吼、哦，我相信50%对一半以下啦，吼、哦，50%以下，50%以下啦，吼、哦，我相信美国政府一定会马上出来处理，吼、哦。但是现在无可能，头下秘书长有讲买票，吼、哦，买票安怎买？哪有可能？你若讲卖选，包括参选人，伊阁有 commission 要开咧，政党，吼、哦，包括参选人，伊拢有开啊。无可能无选举，吼、哦！政治的话，真相就是：第一，无愿意承认家己是战败投降的台籍本国臣民；第二，持续支持佮效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只要你参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举办的选举活动，你就会持续生活伫最深灰阶的奴隶生活。逐天咧哭，新闻看袂完啊，拢哭啊！啊，咱呢？外口诶，有诶人啊，无啊，咱也无向你讲政治啊，我无感受着啊，啊无脚靠手链嘛，无关诶人下底，那啥物叫政治咧啊？足简单诶，啥物都甲起啊，拢无得你去同意，甲你乌白乱来，啊水甲你抽乌白抽弯弯水，迄就是政治啊！好、哦，咱一定爱承认，家己是台湾本国诶臣民。免去插伊，吼、哦！迄两条平行线，迄毋是咱的国家，哦。如何扭转政治炼狱的束缚？自心诚恳承认，我们是战败国、大日本国的臣民。第二，广为宣导本土台湾人申办台湾政府身份证。
第三，对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忠诚顺服。第四，遵守奉行台湾法理，促进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第五，展现法理台湾人的素质，让世界重新认识台湾。咱法理台湾人吼，有一个特色，就是咱爱遵守法律，遵守社会的一个规范吼，咱爱守法。吼，啊，咱包括咱咧讲的时阵，咱对外咧讲法理的时阵，咱会给咱的态度甲迄个风范。哦，卖甲人小争，因为法律最后一定是胜利的。所以这过程来讲，无管伊安怎笑咱，咱拢无要紧。吼，咱讲啊，一届、两届、三届、四届，咱的先困，我相信对方也发现，而且咱是白纸黑字，照法律、照法律、照国际法来行，照旧金山合约来讲的，我相信应该最后会相信。吼。包括我厝内底的人同款，一开始嘛是反对啊，结果今年迎新会全部拢来，就是安尼。吼、哦，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啊，吼、哦，宪法简介拢总有187条，在一条修正。1949年寿终正寝，吼、哦，这伊个墓碑，伊正港的总统叫啥名？李宗仁，流亡美国，假总统。蒋介石啊，伊名叫蒋介石啊，吼、哦，流亡来台，借用麦克阿瑟一号命令继续代管，借尸还魂，而且佫加借直接选举民主之名，借确上市，吼、哦，上市啊，吼、哦，你看罄竹难书瓦，三只小猪，吼、哦，这种足大吼、哦，这别宝的，这墓碑，借尸还魂啊。即马政治人啊，涵盖范围是流亡政府体制内活动的团体，主犯不及被宰，太济啊啦！哦，明显用各种手段将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以台湾的名义就地合法，严重延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时间，这拢看会到啦，减唔到房间的啦，哦，啊，这是明知故犯的，这三个拢明知故犯。这行唔到房间，这嘛行唔到房间，这嘛是啊，吼、哦，这拢知啊。啊，这就是马英九先生就职的时阵，迄天伫因的总统府，吼、哦，挂的迄面旗啊，对这面，吼、哦，啊，搁这个，这嘛明知故犯，哦，严重延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时间。洪仲丘的时。事件吼、哦，来检验伊的兵役法吼、哦，咱要看到伊的兵役法第一章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的义务。男子诶，你来无写中华民国公民，足奇怪吼、哦。哎呀，这拢受害的本土台湾人，你大专生成功林诶，啊，做啊欢喜个。这正常国家吼、哦，随书。哎，兵役法内容：瑞士公民在年满20到60岁，所应服役兵役义务可分为三阶段。哈，你现在个人家己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勤修好则，1983年瑞士军事制度第5页到第12页，家己做的，这是明知故犯。哦，那讲到这哈、個。明治大政昭和，台湾伫遮有咧算吼，只有三位陛下依据万国公法建构台湾完整主权。1895年下关调用，吼、哦，拥有台湾，开7年征服 conquest 哈、哦，迄、那个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1937年的皇民化运动，讲日本话，取日本名，这用意伫对，希望大家会当讲。透过学习日本话，吼、哦、啊，和日本名，来大家来慢慢啊，甲这个国家、甲大日本帝国融合，融合的状况之下就无隔阂嘛。啊，要政令、行政命令要落去，包括一寡政策要推行，就较顺速啊，较袂有讲，哎、欸，你讲啥我来看无，我听无。所以皇民化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教育的工程吼、哦。啊，1945年4月7日。兴宪的诏书吼，实施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伫台湾，啊，佮另外一个所在，朝鲜，吼、哦，这等下后壁后续会讲吼。大清
大清帝国拥有不完整的台湾领土权，你要看伊的土地，吼、哦，伊台湾，甲画一只牛啊伫遮，啊当兵嘞。刘邦政府甲咱讲讲，顶下海还袂浮起来，吼、哦，伊早咧好拢安尼讲，吼、哦，所以讲足好笑的所在伫遮吼。啊，即、這個、有两边吼，银、哦、票，吼、哦，1945年4月的初一，甲1945年4月的初一。之后诶，吼、哦，即无清楚，不要紧，大放大，大家做参考吼、哦。台湾自1945年4月7日开始，已经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因此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是咱对外迄、那个宣传诶，给咧讲诶吼。啊，咱咧讲诶，经商陛下吼，官网就是这吼、個哦、，USMGNING.com 吼、哦，台湾民政府官网一定爱拍这個。1234567，哈、哦，这七个要拍好哦，哦，老高一个，都可能会走去保卫，走进去啊。好、哦，1945年4月7日，兴宪的日治之前，使用的叫做台湾银行券，哦，1942年使用，这放大版的，哦，这我家己找啦，哈、哦，你来看哟，台湾银行券，哦，台湾银行，搁登印啊一下，哈、哦，这是。当初兴宪之前，1942年使用的台湾银票伫遮吼。兴宪了后用的是这张，吼、哦、千元的，吼、哦、这面顶写啥？日本银行兑换券，吼、哦、4月1日新鲜了后，吼、哦、台湾五尊千元券的正面图案，这张是以日本五尊千元券的原票。另外，在背面加盖红色字体“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八个大字，及一枚代表总裁或董事长的头取之印，红色圆形印章。哦、台湾五尊千元券的背面图案是从大日本国内地空运来台，因应财政急需，随即展开紧急加盖作业，人工一张一张加盖。所以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及投取之音两枚戳章在冲促间急忙赶工印制，有时候会出现墨色不均、模糊不清的情况，这叫急中章、急就章式的赶工啊，赶工啦，吼、哦，赶工啊，起来，吼、哦，啊，迄、那个钞券的背面两枚原先都在日本另以机器加盖，所以显得比较清晰，吼、哦，差距很大。啊，这是当时昭和17年。西元是1942年4月7日吼，公告发行，但是实际流通是昭和20年，1945年8月17日，吼、哦，再有一本书吼，袁隐生先生所做的，我看伊嘛中毒，吼、哦，功夫，吼、哦，所以你看迄毒看偌深，伊209页甲411页吼，即、哦這个一张，哦，雕线。1945年4月7日嘛，同款使用一张吼，但是无同款的所在吼，那做介绍吼。朝鲜五尊千元券与日本五尊千元券的超图设计完全一样，差别仅在正面加盖朝鲜银行券五个红色字体，背面也是一样啦吼，有打洞，千跟元红色纸张所在有打洞。哦，这是雕线用的钱，哦，同款，伊新鲜嘛，但是有打洞。啊，打洞的意义伫对，唔知啊，我另一只来研究看卖啊吼。这是他讲的吼，迄只牛啊，当兵唔是海底吼，迄是迄啥物所在？高山族的所在，迄种全部拢部落。大清帝国伊的武力吼，咱所知是有够烂的吼。为英法联军鸦片战争，一直甲八国联军一直拢节节败退。哦，因的皇帝甲因的皇太后，佮美加内底热河遐去啊，吼、哦，所以因的武力实在有够烂的啊，所以因讲要对抗高山族是无法度，所以因啊推卵啊，哦，即拢全部拢平埔平埔族的所在，吼、哦，后小仔讲，啊，即拢全部落，哦，啊，即规地都要留哦，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啊，拢无交代啊，啊，所以产生冲突，产生冲突了后。即个高山族的头目，包括伊的内底人，会感觉奇怪，那向阳来日本军，啊，就战争啊嘛。啊，日本帝国为着要征服这个所在，又参加世界会议。啊，世界会议美国提出
建议讲，因当初要美国拓荒的时阵，美国啊西部拓荒，伊就是讲经过征服 （conquest）， 就是甲这部落印第安人甲征服，征服了这所在就便利的，哦，所以这所在赶快用这种的方式，哦。大日本国太阳旗跟台湾彩虹桥决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天空，哦，塞德蒙巴莱，哦，这看笑笑就好。哦，这当初福尔摩沙也叫台湾吗？福尔摩沙才是真正台湾的名字哈。哦，这所在就是高山族的领土哦，这种英语的哦。伊个地图拢写福尔摩沙，而现在正叫做台湾，因为即嘛是占领地，占领主要全全国就是台湾，叫人咱就是爱用这个名。哦，那参像像阿扁啊，伊个代号叫啥？监狱的名称就是号码，它不叫陈水扁，哦，一样，哈，哦，这每一组的拢有哈，哦。啊，咱知影迄个潘议长，哈，哦，伊的马卡道主伫遮，哈，哦，这几个哈，哦，这是高沙族，啊，这平埔、凯达格兰、巴塞、龟伦、塞夏，哈，哦，这几落，这详细大家在网络查哈。哦朝鲜皇帝将领土管理权，吼，哦，交啥？永久让台日本国大皇帝，对啦。日韩并合条约当时，1910年8月22日，由台日本、台韩国、大韩帝国总理李元用跟日本代表室内正义所签订的条约，将朝鲜全部统治权永久让与日本大皇帝，而且在1910年8月29日公告。哦，昭和陛下的行宪诏书，好，哦，再等一下，昭和20年4月7日，好，哦，这白下的音呐，啊，好，哦，这内底有一个重要人物崇光葵，好，哦，这是签导航书的，哦，外交官，哦，以及啊外务大臣，哦，大东亚大臣崇光葵，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的。因啊，哦，这今嘛搁伫地，无拍无的，啊拍无的，台湾第一条叫玩危险嘛，哦，这条伊拢帮咱保管好好啊，哦，伊这缅甸武器啊，吼，嗯，森哥，我去压到的，好，哦，伊这缅甸武器啊，吼，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哦，上议。但大日本帝国台湾的行宪纪念日是当时1945年4月1日，是大日本国新政令会计年度的开始，是基本常识。咱要看会到，即下日本国一下新的公司，包括新的人事命令、甲新的政策，要实施，拢放当时4月7日。啊，因即下外口的因咧无了解，讲4月7日愚人节，请因去法国过，因为那是法国的愚人节嘛。他法国的愚人节可以套用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可以使用吗？没用的哦，没用啊！那因的习惯，所以讲因阿公4月1日是愚人节，那对阿公，请问一下，你可以证明你是法国人吗？你如果是法国人，你就过愚人节。我没有办法证明，但是我可以证明我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哦，我是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我本土台湾人，所以我过。4月1日是行宪纪念日，吼，哦！啊，熟悉兵卡甲咱讲，1945年12月25日是啥？愚人节，爱记吼，愚人节当时12月25日，所以讲12月25日除了圣诞节，因哪会用来庆祝愚人节啦？因正讲愚人节，甲咱创低啊，吼，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伫台北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台北市愚弄诈骗本土台湾人的假节日是基本常识，甲咱升灯啊。甲咱乌白改，设计嘛改，明明即班桥交好20年，伊甲改民国20年，足济啦，我讲袂清。吼，哦，啊，正做一下介绍，你甲看嘛。中横，哦，东西横贯公路1940年日本时代已经开通，假农民、真难民只负责挂吊后尾剪彩。台湾帝国建设好啊，听无？起即个白楼，起起的。开一台公车伫遮，
啊，翕一张相讲，迄应用的通车啊，应该开的，帮我死活死足济农民的啊，足伟大，所以咱永远那个饲甲请养，起一地安尼，挂吊啊尾啊，哦。大日本国征兵施行准备文，哦，台湾本岛人韩高沙族，哦，这北座而已，哦，内阁总理大臣殿那种营，征兵。哦，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号，内阁总理东条英机，台湾国际地位必须正常化，中华民国没有权利出卖台湾。哈、哦，这些，哦，为何有两个受降单位？如果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在国际战争法原则下，当时台湾不是殖民地，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哦，也有能顶哈。在大澳就会讲哈，为何台湾光复后，中华民国钱币不能在台湾使用？因为它是什么？代理占领台湾。哈、哦，台湾咱台湾有看，大日本帝国的两张银票哈，无、哦、同。1945年四月七之前，哦，用台湾银行；四月七日之后，用日本银行。哈、哦，啊，这牌坊无清楚，我要跟大家讲哈。自由时报2013六月九号星期天，美国中情局1949年文件指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是大日本国的领土 （Republic of China）。好，检验中国政府使用纸钞的法理。1937年使用中国银行纸币，只能在中国使用。哦，这是当时，因为年号啦，二十六年哈，1937年，咱安尼甲看就好啊哈。1940年为何使用台湾银行的纸钞？占领区使用的纸币不是中华民国哈，你要看，因使用的，哦，1946年使用的台湾银行5块，哦，因为它是代理占领台湾，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咱都反正人咧讲的时候，咱就照法律来讲，哦，这足坚定的哈，依据。根据国际战争法规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同款这两句。代表本国台湾光辉堂，就是因讲的中山堂。哦，当时1945年10月25日，外口的状况，即台是翕摄影机，吼，摄影机啊，啊，然后起来翕相，吼。迄天的光辉堂内底是受降典礼，吼。从工会堂外鬼牌坊看这些谎言跟事实，哈、哦，要看占领全国的旗，哈、哦，美国国旗一只，大家只要手中有美国国旗嘛，会用起来做对照，你要看哦，哈、哦，这新条旗，新条旗，好、哦，这啥？68年前出现异议，就是讲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分配占领权，哈、哦，蒋介石万岁，哦，伊不是中华民国，他只是做。蒋介石元帅，他不是中华民国哈。根据国际战争法定义，1945年10月25日是交战国军事占领日，是接受投降，不是台湾光复。哦，所以1945年10月25日，包括每一年的10月25日，哦，那会记得，伊叫做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哦，唔是光复节哦。哈、哦，1941年10月7日，甲1945年。九月初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从来唔捌到过台湾，拢唔捌来过啊！哦，台湾帝国台湾是太平洋战区，蒋介石集团伫只动骹手是要做啥？有计划性的篡改历史，而且要制造政治演讲，哦，这足明显的一个嘿吼、哦！你啊，为啥我是讲鬼牌坊？你远甲看啊，两粒目睭片啊！啊，嘴遐大个，内底拢食个内底去啊！啊，外口顾掉个，这就是啥政治人家个大门啊！自即刚开始就甲咱食狗狗，吼！等下后手来看，为啥食狗狗？每一个拢是国旗，为啥蒋介石是海军军旗？你来看吼，这苏联，这因蒋介石个旗，吼，美国、英国，这每一个吼，当初旧金山和平条约有48个国家，拢总51个国家参战。好、哦，为啥要48？后小姐来讲哈，这是这张所对中国战区首航典礼，好、哦、彩色版的。
咱看到因的教科书吼，这是1915年左右的中国教科书，伊讲的中华民国的国旗是五色旗吼，陆军军旗是车链水车吧，水车旗吼，啊海军的军旗这应该教科书教的吼，而且来台湾变掉去啊。主要占领的全国是美国的国旗。吼、哦，1945年10月25日，台北工会当首航典礼，伊将是改1954年中华民国的立王政府立法院才确定立法叫做国旗啦。占领旗，海军的军旗起来做国旗，为啥？要就地合法，准备要就地合法。哦，1951年5月，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听证会在讲哦，1951年哦。哦、在法律上台湾仍属于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1951年9月8日，美国与48个国家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由美国主导和平宪法，新日本政府放弃新日本政府对大日本帝国政府的台湾主权权利。哦，主权权利，我们是主权哦，来看清楚，主权管理，主权管理是啥？管辖权，比如这所在，哦，水月园。水月园农庄嘛，主权你对游先生了。阿丹奇啊，用阿丹家自工啊，嘿，伊啊不要耍，不要耍。那我们是权利而已，哦，我们帮他做管理。可是我们，譬如说水月园把它卖掉，不行哦。游先生是主权哦，拥有者哦。好、哦，那要耍伊啊，要耍对管理，只有一个管理权的，好、哦，那个叫做权利。这两条吼，在《新台湾论》第41页的上方，甲431页中央拢有写吼。啊，大家这本书一定爱买，迄考试内容拢伫内底，而且咱每一条每一页拢是国际法律，非常重要。你啊读愈了解愈熟，吼，对台湾国际地位愈了解，吼，每一个人你愈了解愈好，吼。啊，而且了解内容爱加甲周遭的亲朋好友吼。好好讲哈，啊，因了解就好啊，哈、哦。法理上，台湾仍为日本帝国一部分，这是英译的哈。啊，军事占领不改变占领地主权，不改变人民国籍，哦。如果台湾是中华民国一部分，为什么有两个受降单位呢？太平洋战区跟中国战区，哈、哦。这边较先的哈，是1945年9月9日，蒋介石元帅派出何应钦代表在中国南京。接受大日本帝国皇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投降书，哦，接受在叫中国战区，这正式的啦，哈、哦。美国麦克阿瑟以1号命令由蒋介石代表盟军受降，哦、啊，第一张，当年的10月25日，哦，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哦，大日本国台湾总督府的总督安藤利吉，哦，将投降书交给中国受降代表陈仪，记得。这叫陈仪，伊把咧咧啊吼，先做一班呢。太平洋战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哦，这足清楚的哦。台湾是太平洋战区的家。哦，太平洋啊，规个日本帝国的部分。哦，啊，这东南亚，中国战区，啊，这苏联。哦。阿公阿嬤是日本人，阿爸阿母嘛是日本人，为什么变做中华民国的人？在日本帝国台湾人的国籍为什么会叫人改变？哈，鉴于苏联在占领日本北方四岛后，有17000名日本居民自岛上被强制驱离，进行拓殖，违反国际战争法。哈，中华民国的第二哈。港宽以1940年3月到1949年8月，共分7个梯次遣返在台湾的合裔日本人。依照1945年10月所调查，在台湾的合裔日本人约有323000人，自愿留台43%，哈，自愿遣返内地57%。日本外务省估计，如果财产公民能够获得保障，有70%的合裔日本人愿意自己留在自己的国土。大日本国台湾，然而，哦，在台湾的合裔日本人对续留与否没有自主权，中国跟苏联人一样，完全由国民政府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中国军事占领当局单方面决定，强迫性遣返，
没收私人全部财产，先姑刚好你炸几千块呢啦，哦，然后蒋介石集团还要求美军使用军舰，比照苏联模式，要把600万本土台湾人载回大日本国内地，就是现在日本国，美军拒绝。那爸爸那什么要载哈？蒋介石集团使用勤政训令，节参字第01297号行政训令哈，一暗，把所有的大本国台湾人全部消灭，一张纸呢，吼，让美国看袂到，被占领区的本土台湾人，当时本土台湾人讲美正义完全消失，但日本帝国台湾人国籍就安尼去用违反国际法。战争化的总共只要叫中国难民改起来，哦，这张行政命令，两边内容一样，哦，政治研究的开端，也开始设计啊，哦，我哋几辈人啊来啊，开始哈，哦，中国流亡占领军持续迫害本土台湾人的最终的就是啊，戒严令，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戒严令，这上颁布的层层。伊伫中国广州，伫阿未来之前就已经宣布戒严令了。伊为虾米颁布戒严令？为了维持他中国军政府持续在台湾统治，所以颁布戒严令了。哦，美国就可能会考虑讲，哎，伊就戒严啊，啊，唔好阁叫伊走啊，会去做这项考虑吼。哎，台湾人的苦难是从开始使用这一章开始吼。哦1949年6月15号，台湾经济大转变啊，4万换1块，4万换1块啊，伫遮，哦，北港龙辉哈，你要讲，奉命以4万块以比元折成新台币，哦，不抓让我看，遭到中国占领军政治迫害的人数，哎，23,282名，还够足济嘞。15万，啊，搁无算的内底吼，你要看来台大屠杀，就地枪决，21书卸弹损耗表，哦，你要看，因内底，这拢卫队来的，这就是日本帝国的皇军、关东军伫台湾投降了后留落来的武器，伊摕这武器带台湾人，拿着自己国他们的武器。哦，就是英共的啦，拿着他们的武器杀他们的人，借刀杀人就是英勇的。哦，因这就明显就是这种的。真正台湾战神富田直亮，823真正日本主权防卫者，是与帝国台澎主权共存亡。白团团长白洪亮，以前啊吼，白洪亮的以前啊的骨灰一半放在树拿，哦，隔壁啊树拿海明寺。伊放伫伊遐啊一半炸灯诶吼，伊无爱做靖国神，因为台湾魂。台湾占领区清泉岗基地，美国与中国流亡政府的升旗典礼，你看，哦，伊较悬，伊较低，我爱就知啊。这個、先生叫做富田直亮，哦，是与台湾共存亡的白团团长，伊是台湾帝国熊本县的人哦，伊毋是中国人哦。但是咧，流亡军蒋介石甲先甲上将，哦，这三个阶段，大家一定要记咧吼。这过去、现在甲未来，美国打败了后，打败日本了吼，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嘛，就是咱的陛下吼，昭和陛下宣布投降，投降了后，伊就是甲日本台湾做处分，伊就派麦克阿瑟委托蒋介石元帅，下卡就是军警甲民警。哦，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哦，甲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分别就是军政跟民政，伊个名叫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哦，伊当初的1949年的12月初十，哦，开始运作。这时阵呢，公平甲正义都无去啊。哈，诶，所在这时阵的台湾人叫啥 ？The People of Taiwan。哈，国际战争法政治台湾的现在，根据是啥法律？台湾关系法。这是美国的国内法吼，足特别的。这是美国国务院下卡 AIT 的民间组织来冠以的吼，和中国流亡政权继续奴役台湾，甲占领军改做啥？
台湾自己当局必须听命于美国国务院政治主导，美国完全看不到本土他人。哦，即个客的新闻讲，即个人叫做 People on Taiwan， 什么人拢会等于吧？所以因迄边来什么外籍新娘啊，吼，因讲的什么大陆新娘，咱莫对讲，迄叫中国新娘，因为伊个国家正确的名，咱法律的人，咱就是爱记，咱尊称每一个国家的平等，吼、哦，咱爱讲伊是中国，咱莫讲对人讲大陆的是因咧讲的，伊个正确的国家呀，中国，中国，吼、哦，咱莫叫人大陆安尼。你就会改港国的，所以要叫台流。内地，咱的内地对，日本国的，才是大日本帝国的内地。哦，咱昨有上过就知哈。啊，迄、那个在国际战争法下，法理台湾的未来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由美国军事政府来做管理哈。下靠军政甲民政，民政的部分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哈、哦，即马美国袂安讲看袂到本土台湾为啥？因为美国家己制作台湾公民身份证，即个申请的人诶身份是啥？恢复正常 ，The People of Taiwan， 恢复正常啊！咱叫用盖嘛，恢复正常，用垃圾咱个洗都倒来就好吼。世界头例啊，为什么无波多黎各关系法？这样啊，赶快这样啊，滚！这样啊，哦，这是等到了后，美国等到了吼，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等到了维持反共盟友跟利益建立的法案，使得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哦、在台北成为美国国务院底下的民间组织，也叫啥台湾自理当局，所以不能加入联合国，他们就是普通的像公卖局跟加入联合国不能同样、哦、像是同样，他为了当初是为了要逃避承担处理流亡中国人的责任呐、啊、哈啊，不愿意亲自占领，严重延误台湾地位正常化，所以罔顾本土台湾人权，所以林志森博士在2006年10月24日跟228位本土台湾人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控告美国政府哈、哦，台湾出啥问题？哦，就是安尼，一暗所有的人占领地区的人变战线国的人。未是68年，公平正义都爱无去啊，所以看袂到嘛，所以伊就讲68年来被占领区无被占领的人民，就无要证明。为啥爱申请台湾政府身份证？因为这是美国印制美国国土安全部核发的电子晶片，台湾政府身份证证明你是被占领区的人民哦。哦，比如这个晶片，这加即马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用的护照迄个晶片是港捷部门出来，美国国土安全局出来，啊，其他吼免模仿的，伊拢做识别证，伊无晶片啊，伊要安怎做？而且今年吼、哦，今年迄、那个去年2013年吼、哦、有两摆，吼、哦、九月初五在美国，甲今年即迄、那个2013年的迄个靖国神社要倒来的时阵，吼、哦、甲陛下。驻守台要回来的时阵，拢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讲咱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完全可以使用。而且日本国迄吼，因为大家先等要回来回国之前吼，先鼓舞炸日本国的钱币要换，哎、欸，摕迄个台湾政府身份证会用用，但是迄个啥，摕中华民国迄张身份证袂用换，足奇怪吼。为啥？因为日本国甲美国会用可以使用啊。电子晶片身份证哈，终止台湾人的苦难，就是拥有台湾政府身份证开始，充分合法证明你我是美国军事占领区的人民。好，那台湾民政府的全名叫啥？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哦，这是全名哦。好，而且台湾民政府无怕后边这，因为惊人唔知啊。所以规矩有加些台湾民政府，中规矩就是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哈、哦，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我们是政府，不是政党，爱记得哈。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民政府即将成为法理台湾的治理当局，哈、哦。有一张执政了学生就学贷款唔免填，印出来，啊，全世界放送，这后摆都会做掉，哈、哦。控美案，就是终结本土台湾人的曙光哈、哦。
苦难的曙光，啊，这有。这个九月五号，2013年9月5号 ，DC 酒会跟记者会，哈，由美国海关公务门进出，充分证实刷卡有效使用。哦，第一届日台精英会议，也来都有一个大川康夫先生，哈，有语带严肃向秘书长询问，担任28年日本国自卫队来过台湾10次左右，发现日本人跟台湾人都很尊敬李登辉先生，而且现在台湾人要求维持现状，为什么你们要台湾民政府要把中华民国整个赶走？大川康夫哈，伫古尼的3月13日日台精英会议问的问题哈，啊，咱秘书长要甲回答咧，伊讲68年来本土台湾人家要求两件代志，第一是公平，第二个正义哈。中华民国占领军永远做袂到这两件代志，而且顶礼拜美国甲咱讲吼，本土台湾人的心情拢去予中华民国做记号。吼，我一开始我有甲你大家讲吼，在座的日本国的人拢足惊起来吼，很奇怪闹安尼代志吼。秘书长有讲讲，恁日本国的人嘛唔免伤欢喜，甲心存侥幸，恁的苦难甲阮同款，因为虾米吼？日本国正加入联合国，哦，经济环境真好，当然日本国的人袂当接受秘书长的话，也讲。那安尼，啊，比如顶有开破讲吼，日本内容投降的当时哦，明军害怕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就将大日本帝国四分五裂，北方四岛吼，和苏联占领，冲绳的琉球啊吼，到联合国托管，岛兵的督导由南韩就是大韩韩国吼来占领，南部的福尔摩沙吼蒋介石占领。日本本岛由盟军亲自占领，唯一目的就是预防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好、哦，当时开始占领的所在，美国伫即卖日本国安排100万的韩国人左派，伫台湾安置200万的中国人。这两个地方100万跟200万的人各自掌握各区域的政治经济的核心，所以这样台面上看这些政治甲经济核心的领导人物、影响人物。拢是因安排，拢因中国人，吼、哦，所以基本上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包括因日本国，我都个崛起，我都因为前科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短时间之间发生，为什么？德国德意志帝国跟德国希特勒短短期间马上复苏，所以这前科等于讲，让所有全世界的国家的烦恼啊，讲你拄啊战败，你也无安尼个分尸吼。哦念你无几年就过爱第三次世界的战争啊，所以这也安尼做处理啦吼。大川康夫又问秘书长讲，琉球和美军的纠纷，他们下阶段日本国要向联合国抗议，这样做法可不可行？比如你讲讲，琉球的问题是伫个联合国胜利之前就发生啊，所以恁向联合国抗议无效，吼、哦，无效。而大川康夫听了吼。展露已了解啊，哦，我知我知，并诺远诺要回日本国大力宣传，哦，一个台湾有两个政府，战争结束后本该就没有交集，是两条平行线，哦，这当然有做介绍啊，哈、哦，你要看这国共会谈当时和解啊，2011年6月29号 ECFA 签订，哦，包括今麦这福茂，哎，就是要帮助因。中国难民包括因的所有的企业，吼、哦，让因去和平去做转移，较袂去冲突嘛，不会造成恐慌，吼、哦，所以做这个安尼 ECFA 甲服贸的一个安排，吼、哦，所以因讲啊反对服贸，反对 ECFA， 其实这些人甲中国难民有充分的密切关系，所以让他引签，像美 ECFA 美服贸上有力的，伊就是有问题，你知道？他就是阻碍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最大阻力，所以伊才会反对。咱本土台湾人也有一个侵占的意识，吼、哦，咱才有法度予台湾早日看到曙光了，吼、哦。好、哦，这五项判决大家会记得，谁是控美案原告的话，就是 C.S. Lin 秘书长，吼、哦。美国政府唯一支持的是原告，台湾人民请勿上当，台湾民政府祝你平安，吼、哦。镜头前，我全世界放上，我嘛直接讲，祝你平安。因为啥，足侪要访问啊，模仿嘛足侪啊。想讲台湾民政府啊，气势如虹啊，我怎嘛要甲伊扭扭了？因为啥无法度嘛，因为咱遮法律绝对无法度动啦。
伊只好伫后壁扭脚、扭后脚，啊！你模仿无啊，因为咱上强，哦。你来看，挂机啊！第十三任，我他一开始有讲嘛，他就是阻碍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一个步骤啊。伊加啊，伊是大日本帝国台湾民众党的旗帜，讲要伊嘛要做台湾民政府。哦，蒋渭水死亡盖的台湾民众党的党旗，两个色啊。蒋渭水，莫怪他崇拜蒋渭水有问题。哦，伪装。军政府，请问啊，军政府底下保护下战败方民政府自称战胜方中华民国可以成立的组织吗？赶快，将那不依专注款，你王建武也当酒店好不好？所以这两条，以及嘞，都可以用拍戏啊哈。在司法部跟台湾民政府往来信件，加上在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你啊搜寻那个写证明文件。哦，即下骹即个文件拢看得到，吼、哦。外观办公室，包括更名做台湾民政府基金会，吼、哦。台湾政府是在台湾民政府架构下试行运作，哦，咱新闻前面顶有写台湾政府嘛，伊是伫咧台湾民政府架构下试行运作，哦，啊，大家千万会记得，莫出去，因为我是美国台湾政府，啊、你好势啊你，厉害啊，我保证你去用乖。哦，台湾政府正式完成美国官方注册组织政治组织的登记书，伫遮。哦，对啊，去年七月初三，再是10:20。哦，哥伦比亚特区。我靠，无了解，恁两个笑笑啊！哈、哦，啊，回答伊就好啊，咱免加反 Q。哦，互伊去讲，你无了解嘛？哦，愚昧的人展现愚昧，我们是咱有知识。所以咱知识，咱了解，咱面对愚昧的人，咱笑笑的话不了解，但是咱希望有一天会当甲咱同款充分了解吼。无聊咱就袂用个像狮拢袂听汪汪回头嘛。来做一念吼，台湾民政府是台湾法律，台湾民政府是法律台湾。好，这。主张甲立场伫聚会内底吼，会去念着吼。即张祖义迄个伫只开幕式个时阵，我相信大家有听到秘书长一只吼公开来念记吼，大家爱记咧。台湾法律是我们共同信仰，逐工爱养成习惯，上咱个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去看专栏文章，每一个拢甲看，吼一看出来就是拢 OK 啦吼。啊，迄个和缓解说、耐心引导，咱比如讲周遭朋友，咱来揢一个平板、笔电，甚至咱厝个电脑、荧幕，咱会用甲厝个人叫啊，大家来看，吼、哦，做解说，啊，慢慢讲，吼、哦，慢慢讲啊，口气较好个，安尼啊，伊就慢慢伊就接受吼、哦。咱引导是真理个道路，指引着迷失的本土台湾人导归正途，一起依着国际法理安稳走出政治炼狱，步入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哦咱是法律台湾人，不是感情台湾人，吼、哦，爱记咧。唯一逃生的工具，吼、哦。本回课程分享完成，愿学员同心牢记每堂讲课内容，周遭亲朋好友分享。天佑日本，天佑美国，天佑台湾。哦，后一节课是王选杰王先生要讲的万里长城，吼、哦，啊，望大家继续来听课，哈、哦，谢谢。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十分钟。